咱们就是他动作一定要有个这。小黄直播间上演百变大咖秀，师弟师妹们一个也不放过，特别是最后一个真的太搞笑了。第一个巧妹 ，All right crew， yippee yippee， we got the tight track battle， it's the place to be， you can see right 。第二个卓士林。卓士林跳舞，他是会这种蹦蹦跳跳的感觉。卓士林跳舞是这种，这种蹦蹦跳跳的感觉。这种蹦蹦跳跳的感觉，卓士林。第三个 ，Coco。开场的时候 ，Coco 跳舞是一定要保持一个甜美。Let's go。啊，还要笑的，对。第四个，醉哥。他上半身基本上不会动，因为他之前僵硬。块子太大了。第五个大小杨哥，小哥大杨哥都是这样。最后一个乔妹唱歌，我就是爱音乐，别叫我停下来。我就是爱音乐，别叫我停下来。我心里的热情是我的指南针，我心里的热情是我的指南针。要快乐就快乐，做什么都认真。要快乐就快乐，做什么都认真。爱比林哥无法传递，你就是火，无论被谁叫醒。哦哦哦哦 baby，这边120万人，可能是我们刚才那个舞有点吸引兄弟们。再来一个。Give me that Fendi. Give me a man. I feel like spending. Give me a money. Give me Dior. Balenciaga. 看好多人都说小杨哥收了那么多的徒弟，是不是就不再偏爱小黄了？小杨哥一句话就说明了情况。那个徒弟呢？小黄呢？虽然小杨哥有时也会逗逗小黄，但每次大杨哥都会在一旁撑腰出气。于是就有人好奇，为什么大小杨哥都这么喜爱小黄，两个人都对他疼爱有加。也就在带货云南冰糖城时，小黄的一个动作就体现了他的高情商。这个云南的城的要赢了，冰糖城，冰糖城，甜的，肉质非常细啊！来给兄弟们看下皮，你们说皮不薄是吧？来看一下，皮还是比较薄的。我说上了，皮薄，肉质细腻，水多，看水很多啊、哦。这个是中国一箱，中国5斤，17到21个。如果有坏的，有烂的，包赔，换一半，全赔。中国22.4，大国24.5，刹车，每个都是5斤啊！还有谁敢玩的？嫂子。我不想试，试一下。我真的不想。啊，那你来试一下，来，那我跟他一起。当小沈阳做客直播间的时候，热情的小杨哥亲自下厨煎牛排。吓得小沈阳脸都白了。刺激！这个我弟是不会电锅的，不好意思。这是阿根廷的原切牛排，有眼肉，有吸冷，零添加，不合成，不拼接，不腌制，1500克，反正3斤，9至12片，就上万单，190就放车。到手9到12片，总共3斤，额外加赠一个煎牛排的铁锅，5袋黑胡椒海盐跟黑椒牛排酱。小沈阳和疯狂小杨哥在直播间同框，可谓跨时代相遇。因为网上流传一句话，你能火过09年的小沈阳吗？确实，在网络不发达的年代，靠电视传播一夜火遍大江南北，真的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而这次做客小杨哥直播间，首当其冲的是为了宣传自己的电影《穷凶腹地》。这杨哥，这杨哥帅啊！杨哥拿个那个大眼币，兄弟好兄弟，穷凶腹地。
一听名字就搞笑，并为粉丝倾情演唱《大笑江湖》。我给大家唱一段好不好？就唱一个《大笑江湖》吧，行不？我手拿流星弯月刀，我喊着响亮的口号，剑法何人报上名？我能耐你别跑，江河呼呼浪滔滔，看我浪迹多逍遥，谁最难受谁知道？天下第二也挺好。互动完后，小杨哥开始带小沈阳带货，在说完价格后，出人意料的一幕发生了。我带带带带，哥你两。有必要来吗？你带个带干啥呀？我就是看啥好就买啥，买点啥你没事儿。看到小沈阳的操作，小杨哥并没有生气，而是和大杨哥给他装的满满的。但是网友评论，给杨哥拿点好东西啊。iPhone 14，放这里，放这里，我得放进去。放，我得放进去。我来，再放一个，放一个。小杨哥，听说你要不？小沈阳万万没想到，自己只是想吃口牛排，却差点吓得回到了十八岁。干嘛呀？嚯！当小沈阳拿出尿素袋的一刻，却让大杨哥这位顺王直呼内行。这什么？你带个袋干啥呀？我就看啥好就买啥。完，我媳妇搁家，你再下几袋啊？这便宜，大牌子，大牌子，这好啊！45月两，一瓶四斤的。我们就给杨哥看一下我们的机制。三瓶了，杨哥，这个是两斤的，两斤的，现在是16斤了，再来一个小袋子，这是一斤的吧？一斤装的，现在17斤、18斤、19斤、20斤、21斤，好，裤子给我一个，三，我问好，杨哥差眼睛了，看了半天，来，8斤的，139.8块，139.8块上车，130，这邮费都得几十块了，合适啊，那必须的，我媳妇在直播间呗，快下单，大耳我拿来了。哎，尿素啊！你看一股尿素味，你妈刺鼻子，骚味，那都是尿素味。小沈阳做梦都没有想到，当做客小杨哥直播间时，在线人数高达110万，多少了？90万了。小沈阳显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看着小杨哥难为情的样子，小沈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。就在带货完蓝月亮洗衣液后，小沈阳公布了自己的新电影。20斤，21斤，好，裤子给我一个，三斤，我问好，杨哥差眼睛了，我都给你喷了半天，来。8斤的，139.8，这一堆啊，这一堆的包邮啊！我媳妇在直播间呗，快下单，不要下单，我直接给你装，别，装带走啊！带走了，留一个样品得了，留一个样品，那这钱的人也不能卖啥了，还有吧？杨哥带走了，杨哥，你这也跟我一样顺阳，不是还有，好容易来一次这么远的啊。这杨哥，这杨最帅啊！杨哥拿个那个大雨币，这我兄弟，这我好兄弟，这胖哥重兄故弟，一听名字就搞笑。我手拿流星弯月刀，我喊着响亮的口号，剑法何人报上名？我能耐你别跑。我一生戎马刀上飘，见过英雄弯下小蛮腰，飞檐走壁能飞多高？我坐船练习水上漂。啊，林子大有好多的鸟。啊，做好事不让人知道。啊，是是非非惹人恼。啊。江河呼呼浪滔滔，看我浪迹多逍遥，谁最难受谁知道？天下第二也挺好，风和雨来得刚好，谁比我的武功高？大笑一声的东山腰，江湖危险快点跑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